优势很大啊！这张海兵，兄弟们搏到了，可以啊！他没变化，知道吧？他没变化，他就一定会输。来来，局长，恭喜云海，这个云海还是他，力挽狂澜将比分扳成1-2。哦，刘斌。 道具两根手指玩就行了吧？都行啊，随你啊。能听到吗？听不到。别搞。打三排啊，他们。1-2。有东西了，对吧？有东西的。把欺负人，真灵性。正在几家？我，兄弟们，看着办的，兄弟们看着办。我听到了，您轻用几家，不给面子。哦，没完成喽。加油，没完成喽。往前扫一扫。 去顶他，我们都往那边去。懂。三个甩尾，已经过了两个了。对，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终点线前了。是的，那不用想了，肯定有人会完成。那未完成的人会是谁呢？哎，比分3-3，5-0。他们抓地哪根脉啊？这个你问老点子上了。抓紧选，抓紧选。这个应该是没有了。我们不要复杂了，我们炸他们就行。以后东东大可，哎，这把认真一下，教教他们怎么玩道具。<笑>好硬啊，这车身。 挤不动他的，哎，我好菜，我跟你说，这把包第一的，我不输的话，真的。第几啊你？第二，第四。我们是五六，怎么又被干下来了？哎，太菜了，我真的，我连出都没出去，哎，烦呐。这把咱们必须3-0。但是这个距离，我觉得东东如果说不跟上的话，有没有可能未完成啊？我怎么说？两个飞碟，2冲线，2个飞碟秒扣。这什么鬼？我最后被扣了2个飞碟，你也未完成。 所以说教他们玩道具的，都被干到未完成了呀！所以说教他们玩道具的，我还以为我追上来了，都怪我。换房间了啊！对对对，哦，他们去抢房主去了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这三个仙人板板，这把不能再隐藏了，要装一下了。又没飞过去，好兄弟，我也跳了。哎，我好菜呀！为什么？跑得挺猛的，怎么跳河了？飞就感觉中墨汁那样的飞不过去，我也没办法。这谁第一？悟空第一。 他包第一的，对于机甲来说可以直接反超的，飞起来了，能直接跨过去。但是明星有个 ECU 的，ECU 没有反超的，我们恭喜悟空。应该是悟空胜啊！等一下，应该是你胜。我吗？对对对，你，悟空，走吧走吧，去吧去吧去吧。有请我们的获胜选手，恭喜悟空拿下了我们个人全能邀请赛的冠军啊！ 然后差不多进房间吧，可以换车了。穿大吊开始啊，战斗起来。可以。可以。可以。我看你那个穿大吊上场那个画面，贼搞笑。以后有必要一定要回味一下这场比赛，你知道吗？一少给我来瓶水，我都要渴死了。啊？我都渴死了。这什么渴死啊？我都没喝过水啊。一少给他拿瓶水。他们一班疾风技巧。你一班长城。他们二班极速控啊。二班美娇大峡谷。加油啊！加油。 东方有没有问题？这个距离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恭喜东方，这一手预言神秘赢了，太赚了，兄弟们，东方我没想到啊，你这把能跑成这样，牛逼啊！真的牛逼，他们接不住我们的招，一点都没怂，不说多的，不怕输分，啊，加油啊！自信，吉田风，没事，地形不要紧张，哈，不要紧张，没事呢，那就是那就普通失误是吧？没有影响到别的是吧？对，那就行了，没事的，其实打他们我们。 落分更好的没必要赢分的，落分就我们掌握选图权。现在所以无所谓的，失误就失误了。来，加油啊！放开打就行了，不用想什么，想一下我们怎么上来了，放开自己打好就行了哈。好，享受舞台哈。好，啊、已经看不到后面的小红点了。这一局比赛1分23秒37完成冲线，7-5分，优势很大啊！这张海兵，兄弟们搏到了，可以啊，他没变化，知道吧？他没变化，他就一定会输。 奥利给一下，奥利，脚就行了，没问题的，人赢比赛就行，没毛病，最后一把一定要给我扛住，兄弟们顶住！云海他一个人顶在了前面，但是他不能够把这8分拿下来啊！恭喜 RSG 拿下了第1场 2V 的胜利。来，来，局长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很大声，有水吗？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才能给呢。Wait, wait, OK。 Wait water， 什么 wait？ 我说 wait， 他等一下，你们山村英语，相信自己就好了。我们训练赛就没输过，真的。雷龙那确实稳，确实。加油加油，没事啊，还没开始呢，冲起来，玲珑，我们俩冲。小脑袋瓜转快一点就好了。对。<笑>
放轻松打，肯定放松打啊！怎么你们这么早进房间呢？他不是抢房主啊！加油，真的！龙岩已经把小怪 ECU 过来了，已经。这一局比赛没有悬念 ，RSG 可以先拿下第一场道具赛的胜利。可以，雷公你知道吗？你顶那个炮很关键。那个炮，我跟你说，卡死他！雷公牛逼啊！啊，有个大粉丝喊雷公牛逼，没问题，舒服，好吧？好，再深呼吸一下，再深呼吸一下。Okay, 加油加油加油一把。所以说我感觉你们很紧张，你们只是自己会觉得而已，失误贼多。我感觉他们两个挺紧张的。对的，嘎嘎菜皮，嘎嘎失误，放轻松打。嗯，没什么好紧张，不要输得这么惨，知道吧？把自己打好就行了，这样输得太笨了，知道吧？好吧，加油！这双扑比 ，RSG 最后又是一个零封，总决赛4-0。延续了春决，哇，12-0了！来，来者，来者！没意思，真的没意思。牛逼，好吧，兄弟们不多说，牛逼！小月，听到吗？听得到。有对抗就对抗，精气神提出来，不要深陷于这种漩涡里，知道吧？我们现在是大比分2-0领先，他第一这一局不得有失，不然他就要从神坛上掉下来。第二。他现在心态确实不是很稳，好吧，加油，小月。嗨，你喜欢先玩图后玩图？先玩图。你想选哪一张？我不知道。就是剑和宝零号，教练握手，可以玩啊。一个失误都没有吗？恭喜 RG 小月34.70。兄弟，状态拉满，好吧，首图拿下已经优势很大了，你加油就行了，加油。兄弟尽力。啊，加吧！没有输。点票以后，恭喜云海。云海 GAM 云海，还是他力挽狂澜，将比分扳成1-2。哦，牛逼！牛逼！太牛逼了！东方击个拳，加油！不想跟你说饭馆玩了，站起来，先打、啊。嗯，教练握手。啊，可以打。啊，兄弟一起过来，这样的话2-1。东方没事，不要影响心态啊，东仔。嗯，不会影响心态。OK， 加油。怎么样？好一点点吧，这现在还行。小票双杀，让我们一起恭喜 RSG， 恭喜东方冠军。昨日荣光已爆，今日续写辉煌。看，四载三冠，虎狼之师战天下。听，咆哮山城，势不可挡，我为王。三冠王，二连冠。今年，2021年是属于 RSG 的一年。再次恭喜 RSG 拿到了秋季赛的总冠军。